觉得最漂亮的就是它的版型跟它的落肩就在这里最好看。几个穿搭，一个就是这样单扎，欧尼的女生蛮喜欢单扎，然后又可以微遮屁股若隐若现，或是你要双扎。双扎也可以，就是有些人想要藏这里的肉，我自己会用绑的。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就是小露一点点，这个也不会皱，但它本身上面就有树叶纹。应该放出来的话，它其实是 SML， 我觉得甚至到 XL 都 OK。它其实宽松的，然后整件就是这样子，很美很美的飘逸感，有点微前短后差。然后呢，当罩衫我觉得又很飘逸，也很凉夏的感觉。你要遮遮手臂啊，遮遮副乳啊，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叫做最佳伙伴哦。白色的话，我觉得就像一个笼罩衫一样，所以呢，它其实是最好搭配的。然后呢，远远一样是可以看到若隐若现透透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树叶的压纹，或是你有一些碎花洋装啊，或是散洋啊、连身裤啊，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当成是外罩衫。然后我还是觉得绑起来，你看它的整个完美比例跟修身的效果，跟修手臂的效果，我觉得是完美加分。